为什么？大家好，我们是搞风兄妹啊！我是小小，我刚剪完头发。怎么样？这里有个小家伙在乱跑。讲了搞风，还没有让我们的妹妹们疯掉过，对吧？所以呢，这个 video 就是来让他们疯掉，我要把他们搞疯。准备了这个东西，还记得我有很多的泡泡纸吗？最近花钱花太够力，所以呢，我们就想过说要让他们来比赛，刚好有两个一模一样大小的泡泡纸，到底里面破了多少个泡泡，我也不确定，反正都是同一间公司包了送给我们的。那么让他们来比赛，最快捏完泡泡的，输的那个呢，得接受惩罚啦，而这惩罚绝对可以让他们疯掉。小家伙过来，蛋蛋糖过来，蛋蛋糖这边过来，蛋蛋糖过来，来我这边，蛋蛋糖过来，你胡须有灰尘哦，蛋蛋糖过来，不理我，好吧。当他们输的话，赢的那个人可以决定要让我们家六只仓鼠的其中一只在输的人的身上，就在他的肚子上面吃东西。小家伙你不要跑，就是他啦，他或许是候选人之一哦。他超大只，你看。可爱吧，很像伊布呢。来，蛋蛋糖，它就是蛋蛋糖。现在灯光应该很好，看得到了。哎，看那边，蛋蛋糖，看那边，蛋蛋糖，指甲很长，不要跳啊。蛋蛋糖的毛非常多，像伊布那个耳朵好大好大的伊布，像吧，像不像？哎呦你，可爱哟，几时要回来？绝对吓到疯掉。看我玩仓鼠吧，最大只的仓鼠，领养来的，前主人没有办法养下去，然后就来我们家一年半了，50岁、60岁，你老 Coco 嘞，老 Coco 的，他是金丝熊，哎，我很难为情嘞，他又想跳，好了，不要再往后跑，我怕，我真的怕。他的毛感觉又长了，头发才剪，是不是也要带他剪个毛？你要怎样剪？要剪什么发型？什么毛型？全身都是毛耶，你看，恐怖，你会不会掉下去？不准跑我身后去，你会吓死我的。来前面给大家看，你看，掉下去吗？咚。掉下去了，再来过。好玩，从来不给他在我身上爬，他指甲太尖了，感觉蛮蛤蜊的。这么你喜欢我玩的呢？你要再往下跳，咚，嘿嘿，太无聊了，不要挣扎啦。不要跳下去，很危险啊。可爱哟，他现在终于比较赶上镜头一点了，一步。你喜欢垃圾桶吗？你毛这么多，在我房间跑来跑去，是不是帮我扫地、扫灰尘、扫了去垃圾桶，把它弄出来是吗？太搞笑了吧，你这么聪明呢？哎呦，你的毛乱七八糟耶，爬一爬我身上都有灰尘哦，你到底是扫了多少灰尘出来？我根本就不需要买什么扫地机器人，有你就可以了啊，我地上很干净哦，这样子是不是？很棒啊，你很棒啊，你要不要在他们肚子上面吃？选你就对了嘛，你会不会吃东西？等一下，你不吃东西不赏脸的嘞，每次你都不吃我给你的东西啊，吃东西又不认真吃，哎呦，蛋蛋糖都玩到没自信去了，没什么兴致了，什么没自信，没兴致了，跳下去啊，啊，放你走，累啊，咱们回来见啊，蛋蛋糖，站起来，拜托站起来，你面向这边呢，站起来，蛋蛋糖，站起来，这边，站起来，蛋蛋糖，站起来，不是掉下去，站起来，我站起来，不是滑下去，站起来。哦哟，站起来，这边，蛋蛋糖，站起来，蛋蛋糖，站起来，把你拍亮点，给你白一点，来站起来，蛋蛋糖，来转过来，站起来，蛋蛋糖，蛋蛋糖，哦，掉去了，哦，跑了，回来，蛋蛋糖 ，Hello， 小魔，你要看我看什么？你还有什么要给我看？讲，就这个。就这个，来看清楚。哦，小品，来，坐下来，终于你们两个人出现了，有没有发现咱们拍的东西一点都不疯狂，现在才来是真的疯狂。我已经在前面讲好了你要做什么，看到你们眼前的那非常大样的东西吗？不是他，他是等一下，他是最后看到那一个大样的东西，找到吗？他需要我的脚。不，忽略他，没有，不是，不，你的肚子很大。No， 那边，你好像看到了一样，哪个大样的东西啊？不，这个等一下，这个是后面，不，这也是后面，怎么你们就被他吸引了注意力呢？讲啦，这一个，哪一个？拿起来，这一个，啊对呀，还要我们比赛按啊？对呀，告诉你，如果谁慢呢，我们就让他在你身上吃东西，怎样啊？这样多啊、哦！要按完啊！来按
两个差不多一样大的，不然的话，哪里有哪里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样大的，一样大的。骗你做什么？我量过了，因为我找了。好啦，那接下来就看你们比赛的时候啦，准备喽，全部东西录影存证，预备，一、二、三，开始啊！吉冰棒啊，你们不是很喜欢吉冰棒的吗？你们两个，啊，吉冰棒啦，手受伤，那也是。意料之外呀、啊！谁叫你们整个一起挤呢？它的泡泡是非常厚的。你不抱。慢慢来，慢慢来，你不要太急，因为太急，等下你不懂哪一个抱了没有？哎呦，这小冬瓜一直跑来跑去，它比你们还兴奋，你们知道吗？哎，你们好安静啊，好好讲话、啊，你们怎么可怜的嘛？你也不抱，可以直接踩开它们，不是暴力的吗？手受伤，不然就已经给我撕成一半了。所以你才是那个挤冰棒的最厉害的那个吗？我们来听一听好听的声音啊。挤爆的声音，这狰狞的表情可以啊！哎呀，哎呀，扭毛巾啊，扭毛巾啊！不要太急，太急会受伤的，慢慢来，慢慢来。这小冬瓜一直跑，一直跑，我走一走，不小心踏到它，等一下，很恐怖哦！等你们回来，我等的可久了。小平是在读书吗？有人叫他老爸，让你舒压一下吗？读书这么压力，要读什么科啊你？地理还有英文，飞得要命喽！不用飞啊，我厉害。OK。就叫你用扭的，你一粒一粒按不着咯，按不下。到底蛋蛋糖要在谁的身上爬呢？不然就让赢的人来决定放哪一只出来呀、啊。如果我们两个一样，就去狗狗身上爬。我们别想太多了。很好很好，这个提议不错。小品我们要一样。你们可以选，你要放谁在对方啊？可是唯一两只不能选，跳跳，还有大跳跳。大跳跳，你如果放它出来，不是吃东西哦，我大家一起追它就好了。哎呦哎呦，好像很快呀、啊，这个突然间暴力起来，哇，这个突然间，这个嘞，这个好像要完了，这样，这个毛巾要扭干了。不对呀、啊，为什么拍你们这么摆的？为什么扭得如何啊？怎么表情都没了？哎呀，你摆到反了，怎么可以像一幅画一样？哎呦，哎呦，这大声，哇！哇，这个肌肉，告诉一下我，到底这个纸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嘛？之前开箱啦。开什么东西啦？灯。啊？灯。灯啊，有用这样厚的哦。水机没有吗？水机没有啊，不是这个啊。相机不可能吧？那就是相机的啊，才有用这样厚的啊，这么难捏爆的啊。哎呀，两个人都把纸打开了，看来是差不多要结束了。这个还有粘纸的，不公平！可以描述一下你们的进度吗？从小模开始啊。头痛。那小品呢？小品好像前面很慢呢，现在呢？要玩鸟。我现在也是要玩鸟。哦哦，这小魔怔突然间爆发了。不如现在就直接看谁剩最多啦。Oh no. OK， 大概是两个范围吧。你的摸起来的确是比较少呢，你的比较大块一点。你讲的比较多的啊，它的就是一块一大块，可是摸起来分量最后感觉你的比较多啊，不然你们自己摸一摸。摸不出，我的手没有感觉呀。我建议直接放你身上试试。No, 嗯，差不多差不多。No, 我们两个都分不出， no, 就放在你身上。No, 我已经决定好了，我们少数服从多数，你要选哪一只？你看他喜欢你，他喜欢你。没有。谁来？我们帮你拿。啊，我是你们呢、啊。躺下去。哦，他吃了，喂、欸，不吃，他没兴趣啊，吸我一下，他没兴趣啊，你要嘛，咬啦，来，他的手很粗哎、欸，来，他、啊、这个连，连看都不看一眼呢、啊，你还在跳楼没？跳下去，喂，跳下去，他就跳下去了，哦、来看一下，胖婶婶来了，是不是太大了？那在镜头前。还不好意思你要买这个，要买他不要你森森森森，哎，不要屁股对住我，森森，嗯，森森来，不是我的手，是这个森森，这个森森，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Kiwi。 Hello Kiwi， 这尾巴很可爱耶，一粒白白耶。不，你连你也不吃，我吃得完吗？你觉得吃不完？吃完了整个老鼠身体塞着这个、哦，就像那个 Tom and Jerry、嗯。那想就吃了一口啊？不吃了。来，给看 Triangle 哎 ，Triangle，Hello。
看你要不要吃东西。哦，他也要，拿去吃，吃完了。你要吃吗？好吃吗？忙哦你。他耳朵站起来。好吃哦，看起来好吃好吃。终于，就你最赏脸了。果然你是最受宠的那个。天使，天使。哎呦！你在里面做什么？灯中快有衣服哎。Hello， 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你还趴在衣服里面？你给他吃了看，在里面丢啊。奶糖嘞？奶糖来，叫奶糖来。因为我刚抓了很久，他咬我，轻轻咬我，我没有放他，所以他还大大力咬我。所以他大大力咬我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样子。他抓出来就对呀。Hello， 你想要出来呀？反不过来呀！反不过来呀！快过来呀！那给你吃奶糖，哎、欸，奶糖吃奶糖，哦，奶糖吃奶糖了。刚才我抓焦糖出来哦，焦糖才24.8克，现在。哈，有点，今天是奶糖吃播，高颜值女主播奶糖，一个不抗拒镜头的小鼠，奶糖。萌萌哒，超可爱的啊！吃东西，好吃吗？好吃吗？好吃，讲好吃。他想要删一句，你要去哪里？还要叼着走？你要回家？你不是叫我给你10分钟吗？中午现在给了很久这样。嗯，他是高峰仓鼠的奶糖，你的打嗝不是吧？今天这个捏冰棒比赛，突如其来，真是不开心，真是不顺利，真是个废。真是个废呀、啊！那就用我们的颜值担当奶糖做结束吧。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个 like， 还有记得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追踪我们哦。不要忘记 YouTube 订阅我们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啦！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仓鼠，会不会看到奶糖？拜拜拜拜拜拜，快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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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